报宴会，本条国民党团、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再修正动议撤案，不再处理。第54条无异议，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，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。有异议？民进党团有异议？我们现在进行表决。报宴会宣告表决结果，在场106位委员，赞成48位，赞成者少数。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。第54条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。维持现行法不予修正，宣读完毕。第56条无异议，照民进党党团提议再修正动议通过，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。民党团对本条有异议。